把声线卡掉吗？是不是不想要我出钱？哎，你高兴高兴，这样一起拍，有吗？就可以不拍我。你是不是很想穿那一套，不想穿那套？对，我是觉得我们我没有，我没有。可以没有刮他门票，这个要充满笑。他的团员，大家充满。他是不是想穿这一套，不想穿这一套？没有，这套有点奇怪，在大家那边就是。哦，你说你们制服很奇怪。他就趁机宣传他的新歌，真的，就是这一首疫苗要约好这样，不然会打不到。他是啊，走掉了，走掉了，慢了一步，慢了一步。他是啊，你可以去草地区找他。草地区吗？他们不是要跳开场？对啊。哎，他是啊，疫苗约好。你会这首歌？那时候哎，那个什么很洗脑那段。八八八，怎么跳？爸爸嘞，爸爸，你不要叫成爸爸嘞。哎，我可以加入他们，可以可以。互换机，今天很可爱。对啊，太可爱了吧？那你穿什么？我穿，我刚刚可以拍吗？里面是黄色的，里面颜色不对，我先换了外套。哎，你会感觉特种走什么？我真专程，拜托，我刚大热门刚录完，大概4点多，然后我塞车塞了。快2个小时，好感人啊！然后在一路上就快，我好想尿尿，我好想给他停下来加油站尿，可是又怕不行停，对，错过，我又怕来不及看到你，然后不行，我要憋尿，然后我一直在跟前面的车漏了一点，对，我刚刚下车的时候漏了，所以现在赶快换衣服，我换裤没有换，没有漏，没有漏，上半身没有换下半身。那你在这边，我们这边唱两首，你公演也要让我们唱两首吧？可以啊，你来啊，哎，你也来了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录节目哎。你以为他们是来看？你以为他们是来看我的吗？不是，我想说，可以过，可以过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还没回家吗？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是塞车。不对，我刚刚是塞车来的啦。所以我想要塞过了塞车时间再走。现在我们收工时间差不多塞车。现在超塞，因为我刚从三立过来，大概开了快2个小时。对，所以我才待在这，要不然早上咻就回家了。陈思海已经快取代你在那个什么乐天的位置，乐天队长的位置。那我就要取代他在 AKB 的队长。可以，你现在去看，现在我们脱下来可以穿。想脱啊？这我不想要。没有，我是想看他穿。可以脱吗？这可以脱吗？啊，可以耶！你看他们的安全裤，他们的安全裤是这种。安全裤是可以，安全裤是可以。蓬蓬裙啊，在里面。他们的裤子是那种很可爱的那种。是蓬蓬裙。对对，那种蓬蓬裙，蓬蓬不是安全裤，是蓬蓬裙。好可爱哦。都是内搭。等一下，该不会之后有个计划，我要穿成这样吧？我们希望不会有这种情况。我给你的蓬蓬裙，赶快把你印在脸上。学生时代穿过版的。对啊，你可以那个啊，用小月 AI 换脸。没有，怎么用啊？用 AI 换脸就好。换到。哎，那我们就当礼遇。我们等下看他们开场，对不对？好，对，我们等下。那就超逼分了。对啊。好。
可爱。大家好，青春哦。我们来做每月逝去的青春呢，回不来。帮我们集团的逝去的青春，我没有办法再这样。搬到我们台湾来，女团是不是这样？大家好，大家好，然后一跨就说你这样。乐天集团的，对，我们这边我就懂了，我们这是门一关，然后就这样，就是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然后一转头，太难了，就是你其实都觉得水不想讲，当然也要借此机会跟大家，然后就会被说脸臭。他们要开球了，所有的伙伴们，我各位介绍的是我们的乐天市场，欢迎乐天市场，也欢迎我们的乐天信用卡、乐天银行，还有我们的乐天 Kobo 以及乐天 Inside， 我们乐天医药、乐天旅游以及日本乐天观光旗舰店。那么也要再一次的隆重的介绍我们乐天桃园队啦。好，那么当然今天现场有非常多十号队友，还有我们乐天集团的眷属，欢迎大家今天的莅临，希望大家今天都玩得开心。好，那么今天的集团是我们的开球。开球的任务也非常非常重要哦。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情的全员掌声欢迎 AKB48 Team TV 的三位成员小迪、品涵、于心出场。哇，他们粉丝很多呢，哇塞，占据！你看后面。我在思考，那你会签名吗？你会签你的样子？
你要不要穿？你穿有的。脱下。好可爱。飞山大地万水万水走我们29号陈俊宪大家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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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起在这里让球员来加油打气哦跟陈俊宪兄弟Thank you.
为手举不起来，没有关系。欢迎琥珀的洞。破洞，哎，这个觉得是我太跳太认真，所以才会破洞。你很认真，你跳破掉，我跳，我跳衣服破掉。对啊，我那准备抓不到，你刚刚左右不分呢，你这没有抓不到。噔噔噔噔噔，左边有个先右边先的一个 M 拍，然后就去往右边。噔噔噔噔噔，你看，你看他又来了，然后没有练啊，是有练啊，要说有练好啊，练说练很久啊。左右不分啊，天神啊，天神的左右不分，天神的，那你等一下要加油，好，我加油，你站在我面前，我一定会好好加油。我刚刚已经放大一个放大你的那个，拍，然后他一直拍你的下面，你根本拍我下面啦，他上上边，你刚刚拍我下面。他拍了一个很奇怪的视角，拍我下面，奇怪，他都不拍什么视角，他都不拍是谁，超奇怪的，都没有露脸，完全没有露脸，超奇怪的，完全不知道是谁，但这样也好，因为也不知道是谁的下面，这样子，下面就是很神奇，蛮好分的吗？腿，你要看腿的粗细吗？对，可不要粗的。Hello。你好，但他说我们要梅花，因为他说我们没戴口罩。对，所以你看后面球迷都挤在一起。对啊，是为了你们都挤在一起。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小晴。小晴，对，我们的舞蹈总监也叫小晴哎。但是我是破小晴，破小的小。哦，对，知道小晴，他的是草，对，竹的小晴。你好，请问今年几岁？要准备开始，20，好年轻，你很年轻，你知道我刚刚在那边，然后我准备走回来的时候，我们摄影师拍一拍，就突然说 AKB 好可爱。我说对啊，你平常都拍一些阿姨啊，圈粉，你平常都在拍这些阿姨们，好不容易可以拍一些真的。我们圈粉好高兴。你记得有一次你直播跟我联播，对啊，然后你不是说什么，就是 AKB 我们应该要去你们球场，对，结果我们马上就去你们球场。对啊，还有另外一件事是我们要去你们公园啊。这件事情有处理好吗？你要看林依姐。现在聊什么？要开始聊公演的事情。你看了今天的表演，有没有燃起一点青春气息？有没有想笑？更沮丧。更沮丧。想到以后很沮丧。想到我头上别的蝴蝶结。而且你要穿蓬蓬裙哦，内衬。而且你看他们的鞋子，鞋子长这样。而且我的安全裤。你看这个，可是我去问老板说，我们会不会加入 AKB 啊？老板，你去问那老板。前任了啦，啊，前任的 AKB 有，哎呀，是前任啊，有一点。还有他，我们可以当 AKB 经纪人，可以的，推广公关，哎，这样会更红哎。你感觉可以当老板？当老板，签谁？板娘，他当板娘。你说签谁？你负责当那个这种球星探，星探，然后你要看就是有谁适合。我们女团滚。对，没有我们。你说谁？哎，我会想要组女团，可是当幕后之女团。哎，要站起来跳了，等一下。站起来跳！哎呀，他在台上了，什么动作？所以每跟陈思雅一样，他就一直在看网络影片这样学。对对对。
你觉得很累吗？今天来的路上都在听、对，很累吗？还好，不会累，我觉得蛮好玩的，就好慌张。对对对对，这跟自作。还是你们跟思雅一样是来找退休的路？没有，思雅是学姐，我可以兼差。你可以兼差啊？可以吗？真是。如果可以穿球衣的话，没有穿到球衣，所以下次再来一次。你没有看过球吗？没有，棒球没有，可是其他我以前打过那个乐乐棒球。好像没有很厉害，就是软软的那种。我是高中的时候，小丁，你之前是什么时候？没有，那就是我们是第二次开球，第二次，之前也是开场，对，就只有开场，在二单的时候，没错。所以我们应该时隔了一年多，快两年了，感觉是还有开场。异想天开，观众宣传一下你们新单曲。好，立即。我们的第六张单曲在10月15号已经发行了，然后可以上我们的 YouTube 看我们的 MV， 现在已经破百万了，对，大家还是可以多看几次。嗯，然后我们的串流平台都可以听得到，然后也可以来我们明年2月12跟13号的握手会。耶，谢谢。Yeah!
他们都会在这边喝酒。会吃，说不定他们都只喝水，那一集就不可能。